天黑了，杀手警察都出来活动吧。请警察迅猛查人。十号玩家被杀了，玩家遗言时间。那个团队给我打字，快点快点快点。我知道这个，就那个，你给我把那些都打出来了。就我是一个新手小玩家，就耽误大家时间一点哈。就那个，昨天晚上验的那个九号是一张平民。然后那个，九号，就你介绍我的马甲，然后给你归票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一跟十一去 PK， 对不对？那个一跟那个十一去 PK， 挂了。11号玩家请发言。又 PK， 上轮那个一发言也没怎么发，直接过去了。但是我上听上轮发言找到一个匪徒，那14号应该是个匪徒。上轮说直接说那个听那个6号的归票，如果那个6号鬼门归票对他帮助很大，明显在抿6号身份呢。看看6号是不是警察，对吗？我估计14号是个匪徒，感觉那个给5跟11去 PK， 6号这个沉底位去那个给他一个金水，感觉他们怀疑6号是警察。我是这么想，我感觉那14号应该是个匪徒。那个如果 PK 台上，我肯定去票那个一，因为我是个平民，不能给警察去那个挡着一推，对吗？那个我踩那个14，那14应该是个匪徒。那个过了，我先 PK 台上去票那个一吧，然后 PK 台外票那个14，14是个匪徒，过了。12号玩家请发言。13号玩家请发言。好人，那12是个机器的，对吧？那11号小玩家上来 PK 以后，直接去点那14这张牌。我们去定义，要不这样吧，本人一出局，晚上去翻那14的牌，好吗？14号玩家是一个上手的情况下，11那张 PK 给摘了，一个靠谱门14号枪。如果说你是一名调子的情况下，你直接拍那个11出局，对了，我是一个平民牌。这么说吧，第一天我觉得16号小玩家的挂身份，我是一个好人，对吧？4号小玩家去点那个9号玩家调警，10号小玩家调警，我觉得他那么聊做不了一个调子牌，我是一个好人。对吧？那树上那个虎虎，我是那个泥爹生。这句是长蛙的话，对吧？第一天我觉得发言不好的是那个1号小玩家，我是一个好人，对吧？如果说14号玩家要强规那11突局的情况下，我会去骗那个11。14号玩家请发言。哎，14号小玩家发言啊！11号被死警丢上了 PK 台，你跟1号好好 PK 吧，把我拉下水干嘛呀？我刚才都说了，我在前置位啊。我肯定要等6号归票全出来，我再说话呀，我再做决定啊。你看看我票成吗？一下就把我拖进去了，我是一个大水民，2米，必须的。哎呦，那你不想想4号的发言是什么呀？啊，考虑到了吗？刚才是90 PK， 10号立警，然后他从那说人家9号立警，对不对？刚才是不是金水也是这么说的？你好好想想吧啊，我一水民一个。
十五号玩家，嗯，十五号玩家发言。十四号你那个聊的是啥啊？那个水明，人家踩你一下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你是害怕被踩是吧？哎呀，我去啊！今天是一十一中出人啊，明天十四可以打吧啊？还有四号，我不知道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怎么的啊？你也很激动啊，是吧？到我这儿，我是说啊，到我这儿没有拍十号逆境，十号的逆境就成立啊。我善令玩家，对不对？我说剥夺了你们后面的质疑权，到我这儿他就成立了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这样说的？你是不是没听清楚？还有，怎么又成了九号的逆境了呢？那是十号的逆境好不好？四号，四号，你的耳朵真的是啊，一十一中出人啊。然后明天可以翻一下十四号的牌，就这样说啊。过了。十六号玩家请发言。嗯，十四，你两轮了，对不对？你两轮都没说你要票 PK 台的谁了，对不对？一个平民，一个警察，怎么会不敢说他要去票谁呢？只有匪徒不敢说，怕被找出来他跟 PK 台那些人的关系。对不对，十四号小玩家，你第一天你既没有分析前面人的发言，你也没说你要票 PK 台上的人是谁，对不对？相当于装晕式的发言。你今天又没有说你要票一跟十一中的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你又想混乱局势，是不是？十四号小玩家，你老是强调你是一个水民，你越强调你越不是水民。十四，你在撒谎，你不可能是个水民啊。又没说是吧，十四，没说，又没说是吧？十一跟十四非台匪，哎，那五号应该归错了，那五号应该是平民走的。你想他最后说让金水归票，你归我吧，归我吧，这种没有什么求生欲啊，对不对？应该先归那十一，不知道票一吧，票一，十一跟十四不知道是不是非台匪，过。一号玩家请发言。一号玩家发言，一号玩家发言哦。那个十号，十号，十号倒了，十号是个警察，然后让我和十一 PK， 让我和十一 PK， 那我就跟十一你好好 PK 呗，对吧？十一号，我是一个名，我自己很清楚自己的身份。那个你上一轮九十号没倒，没有留言签，他就让你跟五和十一 PK， 那个时候你发言就不好，我就想投你了。但是六号金水归票了，他说谁不投五号谁就是土匪，对吧？所以都归的五号，但你上轮发言就不好，十一号，然后你都没有听到过我的发言，你就来说是要投我。我上轮发言怎么了？我上轮说六号是个金水，那听金水归票嘛，是吧？十号就是警察，然后十一号你就说要投我，然后十三号就去抱十一号大腿，说那个跟十一号投一号投我。那十三号和一号十一号你们是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一号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来团队来帮我，我就是一个名。如果要走的话也是先走你十一号，然后再走我一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个名，我不能留个，不能让个匪徒，有可能你就是匪徒留在这个台上，对吧？所以就能票十一，然后再。二号玩家请发言。二号玩家发言，只要给你一和你十一号的 PK， 你就好好 PK。为什么把十？大象，然后后面好像是十六号说的吧，给他肥，感觉。都好一样，两但我觉得一号发言很好，一号应该是一个帮我票十一。三号玩家请发言。我感觉一号玩家像张杀手牌，那个我是张平民牌，过了哈。四号玩家请发言。哎，我就愁了，你三号这个发言能不能不这样啊？你能不能聊够三十秒啊？啊，你从哪儿听出一号像那杀手牌的？
你能不能给我分析分析啊？上轮为什么踩你十五？很简单啊，你说是让五跟九 PK 是吗？你把十一摘下来了是吧？你是有说这话吧？可能是我真的没听清楚，真的笔记本声音有点响，听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只是听到你这样说了，所以顺踩你十五一脚是吧？哎，那谁说四号做不了警察牌的？是不是？四号就是这么阳光，是不是？你杀手可以来刀我试试，六号你不要来踩我的身份，对不对？给你个满加你就好好借着啊，六号你不要来踩四号的身份，是不是？那四号注定是一张能被挡刀的牌，是吧？我只要这轮没上 PK 我就可以挡刀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们就把我扔上 PK， 反正我不怕 P 是吧？四号就是大霍霍一个，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是吧？一号跟十一号的发言都不错是吧？本轮我想去票十四，你们自己爱票谁票谁是吧？那四号就去票十四好不好？你九号归票对吧？六号你也好好聊聊